快速指定背景。假如呢，我们希望在这个画面上的某一张图片呢，当成我们的背景图案的话，那最快速的方式啊，就是直接它的这个上面呢，快按两下，那它就会被指定成这个背景，把这整个画面呢去做一个填满。那如果呢，我们在另外一张图片上也快按两下的话，那它会去做一个置换。那如果呢，我们在原本已经是背景的这个图片上也快按两下的话，那它就会回到原本的这个状态。所以最快速的指定背景的方式就是直接在图片上面快按两下，就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动作。